大家好，欢迎收看10月18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，我是石玉兰。首先来关心的是花莲县议会第19届第八次的定期大会，18号的议程是由议员谢国荣先进行县政总质询，他先肯定了日出向谢大道的规划，但也提及积水的问题一定要解决，同时也建议在各交叉路口以石雕艺文作品来取代画设红黄线的做法，以兼具美观以及观光价值。县议谢国荣首先肯定日出向谢大道的规划，但也提及积水问题要解决，同时也建议在交叉路口以石雕作品来取代画设红黄线的做法，以兼具美观以及观光价值。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日出向谢大道啊，真的成为我们的花莲市花莲县的地标，然后还是有一些小问题，那个殡仪馆前面，在我们日出向谢大道要转弯的这个部分，在要转弯到大道这个部分啊，都会常常的积水，啊，路吼遐都积块啦，啊，所以讲吼，这个要改善了。有福建街、广东街跟重庆街，包括成功街、南京街、中华路，那个管理会是安怎的啦？伊要入去民意街也好。啊，有的要去自由街也好，像重庆路就是说，我要进入自由街，一看到咱日出向谢大道叫大路，你捌啦？啊，大路伊车都甲开起哩啊，你捌？啊，一开起咧都骑着啊。啊，这里面也反映很多石雕，提未使放伊迄个路的，就是放迄个要起来迄个哇，变成日出向谢大道到迄边啊两侧啊。伊迄个盾有无？要起来，伊有看到石雕，伊无可能会起来嘛。锦变更，你也不能说我来去画黄线、画红线，那个美观的问题又出来了。针对环保公园，谢国荣认为最好的做法就是将深埋垃圾清走，再争取该笔用地为现有地，朝观光休憩的方式来发展，才能够解决垃圾崩落成海洋污染以及产生恶臭的问题，同时也解决民众面临的困境。也希望在任期结束之前，将选民托付为改善之处再次表达，让县府知道，也期盼能够在连任之后继续监督县政，完成对选民的付托。同时他也关心图书馆后续发包新建以及美仑国中的教室漏水等问题，也希望县府能够持续关心。记者专业化测不到。